子张问于孔子曰：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子曰：尊不美，秉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子张曰：何谓无美？子曰：君子惠而不废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害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子张曰：何谓惠而不废？子曰：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废乎？则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人而得人，有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子张曰：何谓四恶？子曰：不骄而杀谓之虐，不戒事成谓之暴，慢令至其谓之责，由之与人也。出纳之令，谓之有司。子曰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